而是王思聪前女友里最具争议的那一个了。早前还经常被拿来和雪梨做对比，但是现在雪梨已经结婚生子，有了自己的生活。窦的儿在年初的时候还被传出想要找王思聪复合的消息，而且经常喝酒失眠到深夜听情歌才能睡着，后来好不容易走出和王思聪分手的阴影，窦的儿开始把心思放到赚钱上，自己当老板请好朋友设计衣服，但是真的衣服出来以后却因为太贵又不接受退货，被骂得很惨。看窦的儿自己身上这件白色短袖要400块左右，确实有些高了。窦的儿第一次做生意就受挫，心情自然不是很好，短暂消失了一段时间。就在近日，窦的儿又开始活跃起来了。原来他是跑到西藏去散心了。去西藏的人都知道，很多人到那都是奔着净化心灵去的。窦的儿最近因为卖衣服的事情承担了太多的压力，这次他出门散心，又是爬山又是看风景的，应该想好好放松一下了。窦的儿自己分享出来的游客照都包裹严实，大墨镜天天戴着，但是又一张露了半个脸。离开美颜的窦的儿真的和平时太不一样了，网红气质全无，双眼皮很明显，皮肤也不是那么白皙，不夸张的说就像换了一个头。窦的儿一路从牛奶海到了拉萨，看他身后的风景真的是让人心旷神怡。远离了网络世界，慢慢的窦的儿也活泼了很多，拍个照片也不忘摆出霸气的姿势。很多粉丝担心窦的儿有高原反应，好在他身体不错，还说自己吃了玛吉阿米。看来这一次窦的儿出门心情也慢慢变好了。窦的儿这次卖夏天的衣服有点惨淡。